如果我直播间现在真的有英文老师在看我直播的话，他会在想什么？他不想着让我去背书吧？也可能大头中弹，我还是戴护甲。妈的，我好像学出技能了。雪崩，兄弟们，我学出技能了，雪崩了。一刀砍得他们合不拢嘴。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又一个，先去红门码头。小老子一跳，我的 fuck！ 没被他拳打到还可以，他桶子被 A 了，有点难受呀。他没六级不好越，他六级的话好越一点。点还没上，啊西吧，卡了，兄弟们，电脑突然卡爆了。没事，我下班我给他两拳，兄弟们别生气，我下班立马给他两拳。为什么现在不给？我怕他死机。等我下班了，我直接狠狠的给他两拳，让他天天卡。我追着 Q 他两下。完了，没视野了。没视野了，真太鸡贼了。我杀了一个还可以，其实我这不是故意死的，我就不多逼逼了。一会又说，哎，就只会装，只会乱编。这是让弹幕来说，我就不说了。弹幕说，对对对，就是520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弹幕都学会抢答了。他这个不假鞋有点狗，这不假鞋。我有橘子，我可以解他大招，没橘子的话就等于很。人们背叛了我。冰淇淋种烧吧。我操，好狠的拳，他居然不打我，怕他闪现一，我就怕他不打我，知道吗？有点麻烦呀。然后前面给一丢丢机会，就贼难打，英雄数据太恶心了。
点燃开视野，没错没错，就是打个无疑啊！我前面就说了，故意死两次打无疑，你看我现在打了没有？我就问你打了没有？完了没 A 出来？哎，这波有点无语，还没躲掉的 W， 哦 W 躲掉了，但是他好像 Q 到前面去了，我就没 A 出来。我的妈！谢谢。感谢好大哥的虎牙一号，谢谢。听我说，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。完了，阿西吧，没事，故意给他送的，我怕他不值钱，说实话。操，背后有一个。完。啊，洗吧，没操作好。你比我先死 ，no， 还好我技高一头，完了没死。得了温熊了，没桶子了，搞一回去，我就用远程桶消耗一下，先简简单单看他们怎么消耗，感觉不太好消耗呀。没消耗到，可惜。他们都非常小心，他们很了解我的伤害。让德勒文直接跑，我消耗不到人。完了，还没连起来，先来波消耗。哇塞！不行，我在正面我炸不到人，我得换扫描去侧面炸，正面炸了好多桶了，确实炸不到人。先来波消耗，闪现干什么？因为那边有人，先消耗他一波。看看这里是有个万豪，不闪就完了。万豪凯隐都在后面，先找凯隐啊，哥们，得先把凯隐做了，再来消耗一波，完了，失误了。哎呦，我失误了呀，我和猫好像也打不了。我这波大失误，我先消耗他一波。哎呀，真卡了，这真卡了，兄弟们，真卡了。没看到凯隐不打。
来波消耗一下，可以打了，开眼挂了，还是搞个青羽吧。那真面确实不好炸的，跑得真快呀，你小子！哎，什么鬼减速呀？我去泉水消耗消耗，我操，还能炸2000多，是因为有猫咪是吧？哎，我都快600点攻击了，感觉这火男应该炸不死，点，这是 is very good。